就要当爸爸？是吧？我还剩下什么？大雨一直哗啦啦的。月月，不管他是男孩呢还是女孩，我都喜欢。要是男孩的话，我就教他打球；要是女孩呢，就跟你学做饭；要是双胞胎的话呢，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。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喜欢小孩子。不是我喜欢小孩，是因为他是我们两个的孩子。哎，对了，我带你去爷爷家。去爷爷家干嘛？你现在已经怀孕了，爷爷不能不承认我们。我们呀，再也不用瞒他了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他，我们已经和好了。你这里怀的可是温家的骨肉，以后温家呀，你最大。只是，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你看，还没确定呢，这个说不定也不准啊，对吧？我都已经把工作推了回来了，而且我都跟爷爷打过招呼，说我们一会儿就到了，走吧。那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不草率，正好你到现在都没有正式拜访过爷爷，今天一起去，把所有的误会都解除。哎，要不然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走吧。啊。哎，对了。妈。怎么跑啊？现在就去把婚姻给我解除了啊！哎，妈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，这都快一个月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回我有失水准了。毕竟啊，跟他离婚这么多年了，有点摸不准他的套路了。哼，那你在哪儿找到他的呀？以我对他的了解啊，他肯定会耍小聪明，自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。我想他肯定就躲在老家的茶馆里，就在川田市跑了好大一圈，找遍了所有的茶馆，没想到。这叫兵不厌诈，没想到吧？我现在躲在我们自己家门口。谁让你开口说话？闭嘴！这个不好看。咱们现在就去找温老太爷。我们确实是这么打算的，不过有个突发状况。嗯，是什么？月月她怀孕了。逆轩，可以啊，速度快，效率够高。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，我们没办法了。不过勉强算起来。皆大欢喜。所以我们打算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，别的事情再慢慢商量。啊，月月，坐稳了。哦。吵孩子睡觉。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担心爷爷不认可你，可是你现在已经怀孕了，他没有理由再拆散我们了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呀？走吧。嗯。啊。什么？你竟然让她怀孕了？我知道我和月月和好的是瞒着您。是我们不对，可是事已至此，我相信您不会去拆散一个家庭，更何况您不是一直想要一个重孙吗？嗯，
现在既然有了，我看这个约就先不结了。没事的，爷爷，这约可以结的，反正你也不喜欢我，对吗？我看在你啊有自知之明的份上，那我就勉强的接受你为我们温家的孙媳妇儿。谢谢爷爷，快谢爷爷。张妈，张妈，你现在啊，赶紧把这孕期的营养、产后的护理等等这乱七八糟的课全都给我报上。有喜了？有什么喜啊？我们温家第四代都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他就有了。不是你，瞅你那瘦了吧唧的样儿，可千万别影响我重孙子的健康。哦。现在午休时间到了。你现在回去睡觉，好好给我养着。那爷爷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爷爷，我……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别累着我重孙子，快走吧。爷爷再见。走。哎呀。嗯。温董吩咐了，以后出行请用这辆保姆车，由我给做专职司机。你看，我说了吧，爷爷就是嘴硬心软，还很傲娇。相处久了，你会发现，他还挺随和的。不仅随和，还挺随意的。哇，你们这是都不要钱吗？小袁，你看。好可爱啊！又想骗我生女吗？根据老板的吩咐，男孩的我也买了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只要孩子是我们的，我都喜欢。老板，这个上面有几个注意事项。怎么？有个秘密跟你说。你看看你们这节奏，我跟林文君都交往一个多月了，他就送了我30多份礼物，这还不够？难不成你想要？我这样的礼物，那我跟他最亲密，也知道亲亲而已啊。你这种礼物，我还年轻，我就不年轻啊，哈，年轻，年轻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去哪过生日都一样。我呢，在远安市看中了几个项目，我想我们过去之后啊。可以慢慢先发展事业，然后再买一套房子。好，最重要的是你要给我生两个可爱的宝宝。算了，还是到了永安市，一切都尘埃落定以后，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吧。吃点苦瓜。好。这，老板，孩子的名字想好了？当然了，我早就想好了。你们看啊，我的英名叫散，嘶哑的小名呢又是月，所以我们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叫温日月。怎么了？挺好听的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呢？很奇怪吗？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，这个名字集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。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。不舒服吗？袁老板，孩子的名字会伴随孩子一生，我还是觉得谨慎一点好。没事儿多翻翻什么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什么的，再想想。想什么想啊？我觉得挺好听的呀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月月，你还好吗？
你没事吧？我来大姨妈了。啊？